严选，就是来这边玩，对，就是当时。然后我是在网上有一个什么欧洲麻将，然后里面就每个国家的麻将协会的地址啊，之后我去找了一个。所以您平常是一个麻将的爱好者，非常深的发烧友，是吧？对。我们是通过万里台认识这家店，然后才发现有这么有意思的项目。其实很多国家在欧洲都有。那然后我是加入了法国。您是平常在法国的？对。那您觉得这家店怎么样？第一个印象。不是很好，我觉得这里人很多，法国那边人没有多。一会儿等上桌，你约他们。一会儿来几个？因为我来比较晚，但是找不到路，是比较难找。起来了。但是有些人来找这个。我知道，我还记得我当初第一次来找到这家店的那个。不是第一次来的。我们以前很多次了。喜欢的是每次的采访吗？才发现这家店的那个。幸运能遇见这个第一次来的中国的麻将选手，这样。